啊。嗯，这两会儿。睡着了？没有，这两会儿。这两会儿。真凉快。现在带大家一起看看韩国的农村。这个农村就属于特别山沟了。和在中国的朝鲜族屯子差不多。这个应该是村委会吧？对对对，看看，应该有锅旗儿，我都看见了。往这上面走啊。哪家？是，房子盖的也挺好。在外面吃烤肉呢。挺好啊，这地方啊，这还有小二楼呢，大爷在这干农活呢，大蒜，干嘛呢？趴着哟。啊你。我个那个农村的，我那名字。啊，我也干是农老家哟。啊，好他妈的。回来哟，你苏瓜皮哟。这是卖啥的？这是那个算命的，算命的，咱俩算一卦呀。我跟大胖不信这些东西。哎，这花，在农村的时候，那个我家前面就种这个，是吗？不知道叫啥名。看这房子，是不是啊？这房子真好，值点钱儿这个。但是这块地皮便宜。啊，太阳能板，自己家发电了。这围墙整的也挺干净。哎，这小洋房。多好！啊，这块整的都不错呀，啊，这是山沟吧？上面就是山。这其实挺好，这地方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这房子整的这种，这新盖的，是吧？嗯，挺好。啊，它这个是盆养的，卖的。这个房子他卖。哎，打电话问问卖的。哎呀，你拉倒！你打电话问问。你可拉倒！你快点问问。哎呀，那净扯，那没有用。啥没用的？问问，了解了解，怕啥的呀？啊，你看我家大胖不好意思卖房，不知道多少钱，没写价。住户不多，这一个村子。看这小二楼整得挺漂亮。哎呀，韩国狗，在这里呢，等会就叫了，别叫啊，别叫，不行叫，不行叫，哎呀，叫了。他这边都是卖房的。我把无人机也拿来了，
但是我不敢飞呀，今天风还大。试试啊，如果能飞的话，就给大家飞看看；如果飞不了的话，就没办法了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，飞能飞出去，别飞不回来呀，好几千块钱就白瞎了。因为我刚买的无人机还不太熟练，风太大了。我不是一块现在都准备好了，准备起飞。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差点没抓住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